花小剧场，屏幕前的姨姨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明星有约，我是主持熊青花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当红女明星成荷花小姐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各位姨姨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成荷花，很高兴参加这个节目。主持熊，您直接叫我花花就窝可了。天啊，虽然花花贵为天后，但却如此的平易近人，太令人惊讶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出道之前我也只是一个平凡的熊熊，承蒙姨姨们的厚爱才走到了今天。正所谓饮水不忘挖井人嘛。花花小姐，作为一个顶流的女明星，请问您平时还会有烦恼吗？当然有啦，我最近的烦恼就是太红了，随时随地都有相机跟拍，一点私熊空间都没有，真希望做回一只普通的熊熊，哪怕一天也是好的啊。您可真是幽默啊。还有，我想帮广大粉丝向您请教一下，您平时工作那么忙，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完美的魔鬼身材的呢？这主要得益于我非常的自律，每天坚持跑步10公里。像苹果这种含糖量高的食物，我可是闻都不敢闻一下呢。平时我也不怎么化妆哦，镜头拉近一下，给你们看看我洁净如水的肌肤，粉底都没有涂哦。最近有网友拍到您与一名小帅熊手牵手吃火锅，直接导致绯闻男友莽晨晨怒砸火锅店，对于这个传闻请您回复一下吧。无话可说，无可奉告，一句话，我现在暂不考虑感情问题。大家都听到了吗？花花小姐还是单身哦。那花花小姐能稍微的给我们透露一下您未来的工作计划吗？接下来我准备和好莱坞合作拍一部大电影，还有一首单曲即将上线，接了100个广告代言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再次感谢花花小姐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，也请大家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花花小姐哦。主持熊，这期节目后期制作别忘了加美颜哈，我的经纪团队审核过了才能播哦。